你别害怕，其实我们都是好人。还有那个，我挺喜欢你的。你干嘛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先给你盖上来呗。别碰我！这盖不上啊。那个，你这平时得吃点啥呀？咋长成这样呢？关你屁事啊！要想成功，就必须得付出。但付出的过程当中，肯定是得牺牲点啥。你听明白没？你也听明白没？吃的啊，饿了吧？吃个鸡腿儿。喝酒。